没事。火脑有啥歹去哦？阮会赔偿啦。不要紧啦，是阮家己嘛无行好，是讲以后你行路吼，莫看路呢。刘总裁，真拄好嘞，才阁拄到你。你是超越未来大哥。哎呀，这位夫人就是我拄仔跟你讲迄个大人物嘞，伊是五级集团的尹总裁，啊，另外迄位是五级集团的欧副总。尹总裁，你好。欧副总，你好。我是陈文瑶。是超越，下面夫妇，是黑旗集团的总经理。人家才像超越所讲的。你不要人才哦，你一定真像你爸爸。啊，你高明培妈妈实在真正是好人，唔敢领教。啊，总裁，多谢你是替我未婚妻阿姨解围啦。啊，我爷妈妈确实有时阵哦，就不按牌理出牌，定定会找人麻烦，希望会做清你困了。没啦。啊，顶一代温温，本来就唔是恁家囝儿是谁当处理的啊！啊，你妈妈哦，伊家己也想袂开，只是哦会为难你啦，是你较辛苦，以后你若有机会，才偷偷甲我。是讲恁是来看病，还是来看亲戚朋友的？不是啦，是阮幺的爸爸要动一个小手术，啊，阮来替伊办个转院手术啦。你是讲担当诶？伊个病房就伫个头前遐。啊，刘总裁，你若是有时间，看要甲我做伙过去病房，我介绍恁认识啦。林刚啦，我看有担当诶，即摆身体应该嘛无啥伤快。啊，辉弟，咱大家又搁合作，要见面时间还搁真济，免遮哩着急啦。好啦，啊无林刚，等阮耀英爸爸身体若较好诶，我叫伊找时间，叫伊找只时间去来拜访。嗯，好啊，啊无闲做哩。啊，哪里用先来走？卡苏东，你外头是若无贵姓，伊即摆应该嘛甲陈文瑶同款，遮尔啊重在。你是在想啥？无啦，看起来一切拢按照妈的计划顺利咧进行。嘛好，陈中心伫咧动手术进前，我遐尔好过，咱就回去养精蓄锐，等你看明仔好戏。哇，还是小可手术尔，所有人拢会陪我，我感动啊。你咧随便咧，我哦是来陪文轩的啦。啊！你是想煞，而且哦，你是腰子开刀呢，迄哦是地平的代志，迄我管袂着。你莫听胡比胡白讲啦，虽然讲哦是小手术啦，啊我这边是咧机器咧动刀呢，啊我难免会较紧张嘛。当然那样咧，自头看到尾才会放心啦。医术是专攻来检修依法医学的，免烦恼啦，我最有信心的啦。讲到这么有信心，你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陪的人哦，紧张到话都不知道要怎么说了。那毕竟是从来没看过机械手臂呢，到底是怎样也都不知道。对啊，好加载哦，是一个小手术，顺利是最好啦。你哦，这么轮命到，对不？凊彩拿一支菜刀来挂你的腰子，你也没有事。说啥？什么拿菜刀挂我的腰子？啊，我敢有需要去插麻油？哎，是讲哦，你安尼讲讲哦，我巴肚是规拢枵起来呢。为着这手术啦，咱规暗拢袂用个食，啊，你搁超过去讲遮哦。手术煞要食啥拢会用个啦，对啦。昨昏甲你挂迄个平安符，你有知？
啊，无啦，我拄仔换这要手术的这消毒的衫，我就甲摕落来啊。好，还是我即马转去摕。变啦，哎，不要紧啦。哎，新妇本来就足自卑啊，就算讲无早，伊嘛是甲你保庇。哦。哎，一家啦。我现在工伤，你拢相信？你现在忙干呢？哦。你真正是哦，什么时阵啊？搁搞创治？哎，中啊！你要搞金哦？无啦，大家拢伫咧食，你要金输得啊金？还金你的头啦？我是要甲你拍，怪怪人啊，搁无金？人来甲你塞奶啦，对不？哎，我甲你讲啦，你若真爱金吼，等吼温文轩咧手术来成功吼。我才给你金啦。嗯，免哦，我无只凊彩，而且我真专情，只有做咧平安甲我金俩。啊，你啊，只告诉我足感谢，你着去金迄台一八一号头啊。文轩，希望这个手术会当成功，你重新记得光明，刷落来，咱每个人生拢会当一帆风顺，无需要搁看人面色过日子啊。耿总，张博士，我跟盖小姐，这位是罗大，这位是罗虎林。罗大、虎林，多谢您专工过来关心呢。别来讲了，我除了来关心担当以外，嘛趁这个机会观摩一下一百一号也好过，做阮的参考。罗文轩，我相信手术一定会成功，你真紧就当恢复光明啊！多谢耿总的祝福，我嘛相信啊，这手术一定真顺利，我有信心。哎，各位，手术时间差不多啊，我来将两位先送入去手术准备室进行消毒啊。文生，你别消毒啊。李哥，等手术成功，大家做伙一生跳房子。还有扮演盲剑客，还有做花做蛋糕给客人吃。啊，老公，恁三个人一个都不能少，哇嘞！哎呦，没烦恼，当然有你啊。阿哥文哥，超越，咱来的人啊，只能多，不能少。嗯。侯小姐，麻烦你。文轩，妈妈带你重新见了光面，咱母仔袂当着风啊！妈，陈忠信已经开始动手术啊，咱今妈嘛当开始进行啊。你找这个骇客，应该 Coco 吧？我保证，绝对 Coco， 技术嘛绝对无问题。哪一代也当开始啊？你爱伊，一定会甲伊即个手术，无甲天地颠倒变。是。会当动手啊？伊发以后吼出问题啊啦，即摆状况嘛足危急的。哪呢？董贤跟文轩现在状况安怎？不一定，当然是出问题。一百一号吼，就无按照咱设定的程序做手术啦，啊，规个吼，敢若袂输当机共款。啊，哪呢？即马是要安怎啦？啊，不一定，敢有甲一百一号紧急停落来？有，所以吼，我即马爱紧急去调派医生过来。不过我即马就是烦恼，阮病院内底医生吼，即马拢有手术的。不要紧，我来。虽然我不是一间病院的医生，阿莫叫人要紧啦，迄无必要的程序就莫走啊。各位，请冷静，我会尽力把手术完成。邱国生，我拜托你。
我拜托你一定要救赵璇、阿文轩，我拜托你尽全力救伊，让伊平安无代志，阿无我唔知要安怎才好。张博士，拜托你，你一定要救阮阿，伊真无简单，就等着这个眼角膜袂当失败啦，拜托，拜托。是啦，就博士啊，我就靠你啊呢，啊你的温情哦，我罗在兴一定报答你啦。好啦，卖阁耽误时间啊。就我说，我一定，阿你都麻烦您啊。你放心啦，我会尽力。拜托拜托，我一定麻烦派一位眼科医师来协助我。哦。你可不要，大主大悲，快世音菩萨，就算买了猪皮。我叫你保庇，忠孝跟文轩，你也当平安顺心，度过艰难关。我叫你，我叫你，我叫你，给您自由天相，我相信绝对没有问题哦。是啦，您放心啦，既然君来出手啊，应该无问题。啊，唔好咧加载，我有过来关心，若无真正救人都袂好啊。多谢，多谢您，真正就多谢您。我这点我感觉足奇怪的，一百一号是高度精密的手术机器人，而且这两行的手术不是讲真复杂，哪会搁出状况？这百个人单手术结束了，才解决问题。希望爸明哥会当平安无代志。陈忠信，你料想袂到吧？你一百一号竟然徛阮这边，替阮把你这条道路就拆开，这下你败个土土土啊！手术的状况安怎？敢有损失？啊，担当甲罗文轩拢平安无代志。小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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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谢天公不要保庇。我的家，兰大人，总算来放心吧。我话还没讲完，虽然讲手术完成啊，不过说来有一挂问题。手术都已经完成啊，没顾啥问题。罗文轩的部分，虽然讲眼科医师已经完成伊的手术了，不过一百一号出状况的时阵，有去伤到罗文轩的眼角膜。所以，所来恢复，恐惊无限的乐观了。张博士，你敢袂当讲较清楚诶？阮翁即马到底看有无啦？我目前无法度回答你啊，爱等刷落来评估报告出来再搁讲。啊，我哪会安尼啦？啊，文轩真无简单哦，才等着迄眼角膜移植呢，啊，竟然去伤着。啊！万一以后若是同款搁看无，啊，你是要安怎啦？爸，先莫你悲观啦。张博士也无讲，文轩一定看袂着。对啦，伟霆哦，代志还袂较出境的，无得较伤害无介大啊，咱要有信心。张兄的，伊的状况安怎？我已经顺利将伊的结石拢清掉啊。佮同款，一月一号咧故障的时阵，伫咧原本的空水边啊，佮小一个小小的空。不过我及时发现有补救啊。是啦，我刚才吼有张博士及时接手啊，啊无得效果吼，真正不堪设想。歹势啦，唔是讲火车过啊，就咧讲真，这一月一号，在阮业界角度来看，伊的技术还袂成熟，真可惜啦。这等等的吼，伊人吼都较固执。啊，唔好甲再讲，即嘛人平安无代志，啊若无，伊连后悔机会都无啦。啊，是讲讲嘛可惜啦，若不是讲坚持用一百一号动手术，罗文轩的眼角膜嘛袂去伤着。老公，拜托，你一定会看会着。妈妈，我怕你会袂坑。